阿晴，你今天心情旅游啥安排没有？没啥安排就可以把妈妈喝起出来，我带你们出去耍。要不然过两天妈妈复查了又回去了，你就带不了你耍了。妈妈在干去哦。妈妈在传视频。你查完了，记得等我们去逛一圈哈。跟你走老师去逛一圈吗？你想出去耍？要得。好的，妈妈把这儿工作还传你，马上就来哈。嗯。你看，我刚订了啥？一句话而已。就是，还是幺幺兄弟，走嘛，你收拾啥东西？我们收拾一起开走。你两爷子要走，哪里去耍嘛？你跟着我走嘛，就是噻，我晓得安排。你怕把你们两娘们走脱了嘛？还找不到嘛？出嘛？快点来传孩子。我当着你出去耍，你不问一下妈，不喊妈去啊？妈走哪儿去了？那早晨早就出去了，那晓得哪个喊呢？哦，老子不幺幺。安逸不？来来，这些爸爸给你买了个荧光棒。谢谢爸爸。好的，推的噻，那就摇噻，推噻。专业训练的噻。
陈婷，好耍不？好耍。好看不？好看，是好看，但是我有点害怕。但是他也把我尿都吓出来了。你那么胆小，他就把你尿都吓出来了。走了，回去吃芒芒去了。